Hello， 我是小叮当。你们总说我混的泥太丑，今天来混点不一样的。我就不信这么小清新的颜色，我还能把它变丑。哇，这个紫色的也太清透了吧！指纹识别器有没有？摸上去的手感和真正的老头液态玻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毕竟我才花了4块多一盒，它更像是硬质的水晶泥。把它们都挖出来一起玩。哇，胶性特别足，超级的硬。嗯哼，又是一粒会所有啊。不过它是那种灰绿色，带点金属光泽，看起来也还行吧。超级的难拉伸，有一点点捏泡声，看看能不能起个泡。天呀，这也太硬了吧。简单的起个泡还行，但是千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这么硬的泥，看来只有洗泥才能拯救它了。好啦，你们想看什么材料洗泥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关注我，每天带你看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